Hello，我是娜娜。上礼拜听到小朋友唱《叮叮当》，才想到圣诞节要来了。各位，准备好圣诞节交换礼物了吗？跟我一样是实用路线的小伙伴，看过来。今天影片要分享内外兼具的好东西，就是这个变脸猫甜蜜樱花身体护理礼盒。首先是粉嫩的包装，给过。打开之后呢？里面有三样东西，分别是樱花磨砂沐浴露，这个是私密呵护洁净露，然后上面这个是睡美人保湿焕白面膜。其中我想要特别 highlight 的是这个私密呵护洁净露，因为我知道女孩们总是难以启齿妹妹的那些事，但妹妹实在是很娇气，娇生惯养，所以一定要好好呵护。我的做法是调整生活作息，补充私密呵护，做好女性清洁保养。不过还是要提醒一下，如果真的不舒服，一定要去看医生。OK， 那回到私密呵护洁净露，我手上这瓶是以舒缓为主的佛手柑，成分很温和，无酒精，无防腐剂，无皂碱，无化学界面活性剂，香氛很好闻，泡沫很细致。强调一下，是洗外面，不是洗里面，正常洗就好了。泡泡很好冲洗，使用后清爽不干涩，带来很好的舒适度。这个可以作为日常保养，那也可以着重于生理期、孕期、生产前后，或者是亲密行为前后使用哦。了解自己的身体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虽然会很害羞，但该知道的还是要知道。不只是女生要知道，各位男性朋友也要为了另外一半认真做功课。除了私密呵护洁净露之外，还有面膜跟沐浴露，所以我觉得整个礼盒非常适合当做圣诞节的交换礼物。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，如果喜欢这支影片，麻烦帮我按个喜欢，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，赶快按下订阅跟开启小铃铛。有任何想说的话或者是想看的影片主题，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哦。我是娜娜，下次见，拜拜。